上了台语的。哎，今天有没有从日本来的？有没有？哎，日本からの友達がいますか？いません、いません。あ、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这首歌是米西亚的歌，然后，他其实翻红是因为有一个春仙，有一个女学生，很年轻的女生，然后好像喝了几杯啤酒，上班族，然后喝了几杯啤酒之后，突然很真情流露，然后唱得超好，这首歌叫《现在好想见你》，会いたくて今。初めて出会った日のこと覚えてますか？過ぎゆく日の思い出を忘れずに祈って、あなたが見つめた全てを感じていなくて、空を見上げた今はそこで私を見守っているの、教えて。Oh,